巴巴男。我原本想说那个选阿姨，我觉得阿姨还是回家煮饭就好了。可我觉得今天的氛围就是大家没有在管输赢的，我现在想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巴巴男，不是碧瑶和熊仔的学弟。所以你的选择是碧瑶。今天带来的是什么作品？我今天这首歌，身为一个163公分的男性，我想要替各位矮子男发声。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矮子男也不好惹。Beyond， 你今天准备了什么作品？我觉得大家知道，我就是从去年大概前年开始，就是有很多 hater 嘛，所以就是我想写一首歌，把他们在里面全部杀了。这是巴巴男你心目中的小巨人。真伤人眼的全是钱，努力制作但要坚持点 Bring on my mind 敲的便是线，看到全是烟还是电子烟 Killed it 巴巴男。哎呀，小宅男变天才变大渣男，恭喜他成功晋级。很棒，我蛮想哭的。不用啦，还好吧。没有，没事。我想到以前的事，就是什么感人肺腑的事情讲出来，让大家一起感动一下。以前都没有人在听饶舌，然后那时候我刚上台大戏研社，熊台当社长，然后熊台都不借教室，这么凶哦。我们都在那个管理学院地板上 cipher， 然后第一次 cipher 我超罚大，我不会对拍，然后罚大。我旁边那个人叫我韩森，他唱超好，然后我们都到今天这边，就觉得中间跳的，中间是这样，中间发生很多事啊，就，可是你刚刚都没有讲到 BR， 对，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。熊仔阿韩森，你旁边韩森阿 BR 在哪呢？我们以前社课最后的活动就是要 freestyle。然后就是 BR 会把学弟叫上去呛一轮这样。好啦，感人啦，真的很感人啦。那无论如何，谢谢他们。谢谢。